敌十万我取两万，曹都尉可有妙计？你我一人发起佯攻，吸引敌军的注意力。偏军则趁此机会直取张角的老巢。这主意不错，但偏军该如何迂回？张角也绝非愚昧之人，若他有所防备，这是先前发现的密道，我认为可以从此处发动进攻。<笑>有趣，实乃天助我也。这家伙我孙坚带走了，随你喜欢吧，毕竟旁人可说不动江东之虎啊。如果不想错过战功，就跟紧我的脚步。 那边的悬崖连通着密道，请随我来。哦，竟有这种小路！不过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就是股邪恶且混乱的气味。我顺着它，找到了一所古墓，可能是黄金的大本营。原来如此。 哟，别来无恙啊！有何需要？这位是，我明珠正在周游。哇！但是，在这若不嫌弃，可愿？那我就得收拾完此处工作。哟，别来无恙啊！有何需要，尽管说。